darken. Pray for your faith and darken. Suffer your fate. Pray for your faith and darken. I am your weapon of mortals.流氓英雄，这个英雄真的是流氓英雄。哎，要不我搬永恩吧，我操，没什么好搬的，就搬永恩好了。他这英雄太赖皮了。As long as this form lives, I will power awaken. First blood.还要等沙子来了。这里可以打个闪，我需要技能放得准一点，好像没什么机会。他已经走了。啊！嘿嘿，不走，表一个求你了。Nice， 兄弟，这还双杀。为啥不一重置普攻？这有那么多问题，干嘛杀了不就行了？你还重置普攻？这英雄很难打的。永恩这东西，他就是他只要闪现，然后他随便带个什么技能，他都压着你打。不要有那么多问题，你慢慢看就好了。我好走路跟。好杀，我解释就是。打永恩带盾好人，带剑，我亲身经历，只能带剑。
你带盾，你等级起来，你伤害不够的，打这东西有点像打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就打有的英雄你就得这么带，你不这么带就没有意义了。打不打韩服打美服，对面是宙斯兄弟们，对面宙斯啊，对面宙斯，对面宙斯。对面是宙斯兄弟们，对面宙斯。真的吗？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里只能约他换了。最烦就是他那个 E， 他有两段位移。对面宙斯，对面大黄，对面牛骨力。对面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师，普通的大师，韩服大师，中，没中，我来帮，要一脚踢死了。是这样了，没办法，我也想救你。只能这样子。你看我这波，你看我是感觉打永恩比打剑姬都要难打，你知道吗？这英雄真的太难打了。哦，原来你有大招啊！下路有大也打不死。这波还行。一直戳戳戳戳这戳那。喂，You fake and die！ 坏，这下路穿了，下路穿了，家人们。换那美服的云豹，那没那么卡。好。我踢到两个还行，踢到棒子，牛逼，还挺牛。剑魔四到九级小赢，九级是全面优势，有九级到十六级之前，算是比较大的优势。看这傻逼英雄，妈的！看这傻逼英雄，这我操，这小剑打你成装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永恩比打剑姬还要难打。哎，别死了，我求你们了， please please。 哎，房管不要老是去搭理那些有的没的弹幕呀，你们心情好就封，你们心情不好就封，心情好的对吧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别去老是跟他们对话呀。
跟他们对话干嘛？抢到龙了，我操！他会过来，真的。想逃？可以，舒服。坏了，没过去，还好没过去，我是。这是银货得福，也不银货得福，歪打正着，还好没过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永恩应该在石头人物被拆错的吗？啊，你过去要看到他了。哦，这么疼，好狠。各位新点关注的观众，欢迎你们经常来直播间玩，我们直播间还蛮大的，就你们玩累了直接在直播间睡没有关系啊。就新来直播间的观众啊，坏了，哦，还行，算了，完了，我被侠弄死了，1000块，哎，我还以为飙到了，想着试一下，哎，坏事了，不会就这么给他 A 死了吧？过呀！哎，但是这个又很重要。这种情况出可血多，你不能说出可血多呀。狗逼他妈一个双十多人！哇操，好狂！我确实拿了，没办法。这东西就跟杰雷影子一样，快点去吧，这先锋得打。送对面1000，这不能说是送。好杀。这怎么能说是输？顶多算没操作好。
这样子摔。哎哎哎！漫天飞雨死掉了！漫天飞雨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要用那个大招。漫天飞雨，为什么让他毛飞 ？Q 闪一见过没有啊？今天见一下，嗯。妈的，漫天飞雨，漫天飞雨，这飞雨飞啊，一波了，来一波，一波，一波，快点！我操，死大妈了这永恩，哎呦水鬼好烦，有水鬼家的人，我打个龙，哎呦手好痛啊，完了，你这个闪现教的，你这个 flash 教的，暴力应该是个下手，这能不能 1v1 呢？好像打不了。我操，自己来逛街可以，你又死一个。好重建的。那他这里不是有个眼，他没看见我吗？那么大一个剑，我没看见。哇，这手指真的痛，手指是真的痛。我操，这手指！有点痛。我操，我这中指太痛了，有点难受。玩游戏玩太久了，手指太痛了，妈的！哎，你们摁鼠标不要摁得太用力了，我摁太用力了，哇，这手指好痛！不会得腱鞘炎了吧？肌腱炎？这发猫干嘛？我以为是腱鞘炎，坏了，队友开始了。好，有点可能像剑鞘炎，就是你的手指生病了，太用力了，还会这样。不大龙。剑鞘炎手腕，那手指痛是怎么办？关节炎，是关节炎吗？ I must destroy. 痛风，真的假的？知道难受还玩，他妈不玩要输啊！偷了，大家点个关注，明天建议给你买一张去上海的机票，给你贴贴。